大家看啊，我呢就想发布一篇文章，发布一篇文章呢，然后啊，我今天试了很多次在后台，然后下面还有图片的是文章的主要内容，我然后进行了点评，然后我发布啊，OK，这里显示是发布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。好，这里还有啊，然后我不知道等一下还有没有，反正我试了很多次，有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哎呀，好，大家看啊，没有了啊，那篇文章就没有了，看没有？刚才显示了几秒钟，看见没有？我发布的那篇文章现在没有了，我就刷新了几下就没有了。